欢迎透过我们的电视网的现场转播，一同欣赏中华职棒34年的例行赛事。今天呢是8月25号的礼拜五，我们在天母棒球场一同来欣赏到的是富邦悍将来对上的是味全龙队的比赛。担任到主战捕手的时候，胜率的蹲捕机会，挥棒落空，外角的好球。出来了，招牌的变速球。对，李宗贤遭到了三振，形成了一出局。好，或者是变挥空三振的，那都是打者的问题。打击率有3轰的表现，13分打点。切到形成了界外。其实这速差的搭配是非常有用的。哇，这个时候马上再来啊，117公里的变化球，让张敬德三振出局，这也让富邦悍将一局上半的进攻遭到了3上3下。先发出赛。好了，这个球往二垒这边来传 ，take out， 抓了一个速球来做起跑。我要去追打这个球，外侧，哇，打跑战术失败，这样陈炳杰死在了二垒垒包之前呢。今天张敬德的一个传球相当的犀利。教练团这边其实是都有蛮积极的在做战术了。这一个球挥棒落空，结果蒋绍红遭到了3振2出局。大概就是平均一场都要出现一次双杀，真的。那仅有富邦悍将只有8次而已。那模样，最终挥空遭到了3振，结束了味全龙队二局下半的进攻，变成了一个变相的3上3下。内野反篮球比较软弱一些，考验一下游击二垒的一个速度。哎呀，传一垒这边偏了，看起来是要做战术哦。嗯，还是点下去了。那这个球让捕手做处理。哦哟，哇，蒋绍红的这个传球最终还是有到位。特别是对这种比较球速慢的投手来说，我这个球打到了中左之间呢，要落地形成了安打。二垒上的跑者已经吃通过了3垒，要冲回来得分了。打者王胜伟要上二垒，这一球被王胜伟逮到了。所以这二垒安打让富邦悍将先取得点。当时龙队是拿到胜利，这个球打到了在中右外野方向，右外野手没有办法追到，落地是形成了安打，变成了欧巴。二垒上的跑者已经通过三垒，要冲回来得分，现在打者要冲三垒，这个球的回传来不及了。宗贤一支三垒安打，哇，这个球跳起来啊，张振宇差一点点，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然后这一球又高了一些些，连续两个一样位置的红中球，第二次就被把握住了。张振宇真的有一点点机会了啊，最终跳起来还是从手套上缘穿了过去，是其他的。然后红色是直否尾，这一个球打到了在左半边，哎呀！打到了全垒打标杆，哇！申浩伟今年赛季的第11号全垒打，哇！这直接让基隆吞下了第4分自责分。就是直击到全垒打标杆的 solo home run。哇，这球就没有话说了，整个缩手打得非常的好，内角球已经这么里面了，还有办法把球打出去之余，让球留在场内哦。哎呀，直接打高效仪啊！这是一个出生球，这一球击出去，一二垒直接穿越形成安打，安打串联了起来。这一球攻击的机会在二垒正面，叶子廷接到还是传向一垒，
跟第一局的状况一样哦，第四局也是留下了一二垒上面的残垒，最终没有得分，魏全龙队目前0-4暂时落后。内野的反弹球，游击手接到直接甩一垒，哦吼！王胜伟难度蛮高的一个守备，继续十年游击啊，对，十年游击是三垒哦，哇，这左半边我还有一个孙浩伟，对，光汉将或许就在人群上面会把瑞恩这个留下来到八三一之后，是，光汉也飞球遭到接上。切到行程的界外，哇！飞球156公里，现场测到155，直接三振掉了拿木一样。猛力的一挥，哎，没问题了，一样。挥棒落空15公里，上来之后连续2K。这球主审给了，挥棒落空，最后外角的一个变化球，让林孝成三振出局。今天林孝成吞下了3K 哦，那也让魏全龙队在七局下半的进攻留下了一垒的残垒，没有得分。这一般的这个应援的拉拉棒比较不太一样，等一下来讨论整个球。哦哟，滑接 ，nice play， 传一垒到位，哇哦！张振宇，哇，这个精彩的 nice play 挡下了有可能形成安打的滚地球。就是张振宇在守在中线的一个价值就在这边哦，整个活动能力、守备范围、这样接球的稳定性，特别是这种比较不好接的球的稳定性哦，非常高。可那个有办法接到也是很厉害，而且还拿不出来了。这个球在中间方向，哎，落地之前有接到郭天信，天哥。哇，这个球最终接近手套了，哇哇，这个申浩伟也非常的佩服啦，真的是在落地的前一刻完成了接杀，那这也接受了富邦悍将呢这个上半局的一个进攻，接下来看魏全龙队下半局的一个进攻啦。高孝仪，接下来是刘基宏，然后再来则是郭天信，相当精彩，然后几乎每场比赛都有这种美记守备。接到形成了界外，3.0的防御率 ，WIP 值只有0.84，不到1，而高孝仪去追打了这个外侧的坏球，遭到了三振。这个郑俊岳的球还是非常的喷哦，鬼劲啊！上串的这种感觉哦，都有做出来，果然被注意到了，这样对。内的滚地球在三垒手的正面，李宗贤垫步传向一垒，完成了刺杀两出局。出棒，这个滚地球哇被扑到，哎，王胜伟漏了出来，虽说有挡到，出棒击成了界外一。挥棒落空，最终曾俊岳还是三振掉了陈品杰，也结束了这一场比赛。最后富邦悍将呢是以4-0来完封了魏全龙队，收下了赛事的胜利。那魏全龙队比较可惜哦，连续的两场出赛，最终呢都是遭到了完封。那今天这场比赛也要恭喜瑞恩哦，这中华职棒的第2个胜投，那顺利的拿到手。最终富邦悍将是以4-0来击败了魏全龙队，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